我又来了。我们学的可好了。啊！哎呀，他现在是因为火太大了，特别容易结痂，非常快。你太善良了，真的是现在火太大了，还是必须带一个心理咨询师。我们先说一下，是真的，不是你的原因，是火的原因。他，你看他善良，快他就结痂了，所以就推掉了，非常快，就那个状态，怪你是真的。真的得熟能生巧，这还真是。他的十个，你再去看戏。哎。你是技术型指导。那老师，吴越老师，学会了吗？挺难的，要继续努力。